市区重建局在纬一城一带的媒体圈以及马格列通道各推出一幅住宅地段供竞标，这两幅地段总共可新建980个单位，占今年上半年政府受地计划下正选名单中近1/5的单位。位于媒体圈的地段预计可建520个单位，主要建设常住服务式公寓。马格列通道的地段呢，则预计可建460个单位。